大家好，我们是无间情，节目即将开始了，你订阅了吗？也别忘记开启小铃铛哦。桌游研究社，疑难杂症来我这，欢迎今天来宾陈翔、俊轩，还有小赖，以及豆豆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玩的是阿瓦隆的，然后是六人曲，总共会有四个好人，两个坏人，然后有一个是梅林，对，然后我们的规则就是先抽取角色，然后确认身份呢，然后黑夜的时候呢，坏人会知道两个人会相认这样子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坏人会伸出大拇指，梅林会知道坏人是谁，所以梅林要尽量的隐藏自己的身份，带领好人获胜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五战三胜，就是只要先战三个的话就赢了。好，对，然后呢，有一个这个袋子呢，就是说我们不可以一直投，黑球，就是反对、okay. 反对出任务，不然只要连续五个的话，坏人会直接就获胜，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好人赢的话呢，坏人会有机会翻牌，然后刺杀梅林。所以要特别注意。然后这一次呢是绝对发言，哇，因为我们之前玩的时候会乱讲的，噼里啪啦。拍了，我们直接蹦出来，没错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这次用绝对发言的来试一次看看。好，所以等一下就是违禁先发言，这个领袖牌。那我们有一个规则是，如果领袖牌挡到 GoPro 的话，是直接变脸。变脸吗？变脸吗？比赛我们一样，我们豆豆的脸是。反正就是一定要摆到前面哦，包括出任务的牌也是， okay, 好不好？所以等一下你就是先派完三个之后你就讲完，然后讲完换顺序这样吗？对，你先讲好，然后再轮，然后最后你还可以再决定说要不要。好，对，这样子，然后输的有惩罚。OK， 好不好？垫笔垫舌头。太甜了。吐槽而已。吐槽。吐槽好，那我们马上来分，好，来确认角色身份，好，来确认角色身份。这有敏牌环节吗？有有有，可以敏啊，不要讲，就不能。那也没什么好讲的。好，你干嘛看我？天黑请闭眼。坏人，请竖起大拇指。坏人请睁眼确认彼此身份。坏人请闭眼。梅林请睁眼确认所有人身份。梅林请闭眼。坏人大拇指收回。天亮请睁眼。好的，两个人，我是第一轮的，干嘛啦？我看到一个东西，你看那个东西，很开心是不是？来几排？好，因为我是第一轮的嘛，然后这一轮要两个人嘛。那我刚刚看完牌，我是觉得陈翔的状态好像蛮轻松的，轻松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玩这种游戏会很紧张，可是他刚刚就跟我一个大惨笑。哎，他是演员。没事，还是相信我第一直觉。那因为我是好人，我就派我跟他。好，发言结束过。好，换谁？盾牌来，盾牌，直接先来，直接同盾。来，陈翔一个盾牌，好来。好，敬轩应该是好人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旁边完全没有声音。哦，有讲场外啊。这不准。就我只能用我就是感受到的东西发言啊，对啊。哦。所以我觉得。也没有办法完全确认他是好人，但是我应该会觉得哦，应该是好。就是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讲，可是因为我刚刚睁眼的时候，我看到你们两个的手是在桌子上的。谁？哪两个？你们。我们两个。所以我想说，你们是不是比大拇指，所以才放在桌子上？好聪明哦。我不知道，因为可是好像本来就是大家应该都要放在桌子上，可是我们刚刚没有放，然后。我睁眼是看到你们两个都是在桌子上，所以我就想说，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依据。OK。所以如果我发牌的话，我可能会先不朝他们两个这边发。哇。对啊。好聪明。好像有道理。因为这游戏本来就是，其实大家都要把手放在桌子上。是哦，就是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有可能会举大拇指。而且到后面会有更多的角色都需要举大拇指的。OK。可是因为。可他这样讲着，我觉得敬轩应该是好人。嗯，我觉得可以，伟晶跟敬轩出，所以我建议这一把，可能先把陈翔的票拿走。
好，我建议你们两个出这样子，好，过了。哎呦，零九这么发言好像还 OK， 没有，因为刚刚还 OK。我也觉得陈翔可以换成敬轩，因为刚刚连陈翔自己都觉得敬轩偏好了，所以比起来的话，好像他比陈翔又更好一点，因为连他自己都觉得敬轩比较好，所以我是觉得可以换成敬轩了。然后我这边先微踩一下豆豆。哇！你那个，因为他刚刚在，就是他在那个举拇指的时候，他有一个这样，他一个叹气没有听到了，就在坏人那一趴，他这样，然后这样天亮的时候，他这样，想说太假，好可怜，才假的你。不是因为我这几个人，我是觉得他刚的一些声音，我觉得比较不好，所以他可以先放后面一点点。但这几个人，我必须要再听一下。但我觉得这三个，我觉得敬轩是最好的，不然你也可以拍，我也很好。不要，来，我跟你讲，小赖一定是狼，为什么？因为我。一睁眼的时候，我想看大家的那个拇指，他手就在那边给我这样焦点，然后换来换去，就感觉想要掩饰他的拇指的东西。所以小赖应该是狼，而且刚刚又踩我什么叹气。如果我是坏人的话，我还在那边先这样，这样子哦。你不懂，你不懂，你完全是狼妹，你踩错了，所以他可能是狼。然后我觉得那个陈翔蛮紧张的，他结结巴巴，结结巴巴。然后敬轩有在观察那个手的东西，跟我好像也在观察，感觉像是好人。小赖先不要出，然后陈翔先不要出，这样。因为我刚刚听下来，真的敬轩蛮好的，大家也都同意。那我就把陈翔的好不好出任务的权限给敬轩，好，过去来一架，谢谢。那最后我就决定是我跟敬轩哦。好的，来要投票了呀。同意不同意？三二一，很棒，很棒。然后给那个任务卡。哦，对对对。好人只能给好哦，对然后坏人可以给好坏。然后同意给我。想要装是不是？好，另外一张要先收起来。想那么多好不好？豆豆，来喽！是放在这里吧，对不对？战役结果啊！哎呀，成功！圣杯，两个圣杯。过关，过关，不用开心的太早。第一轮对，都是这样子的。OK 啦，换好，换陈翔了，来，领袖给你。谢谢。换骂三个，三个，差点要被点了。哎呦，还记得？你是不是故意让我点？没有。刚才那把就是很顺利，所以因为我刚刚说，我觉得敬轩，我觉得是好人，所以投同意票，所以我一样是会归他是一个好人。是。那伟静，我是完全不知道，因为你刚才发言我也感觉不出来，但是过的话应该还是一样，就是伟静派我吗？对对对。然后还有一个，第三个一定要派自己啊。通常是派自己。对。好。因为我是好人。那你那绝对不行。不行。是蛮合理的啊。因为我觉得豆豆跟小赖现在在互咬，完全看不出来任何的，所以我就先不派他。嗯，好。我要说我想不想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不想哎、欸，不是，我说我不想给他、欸，因为我刚刚思考了一下那个手指说，就是我觉得你放在上面很正常，因为你本来就会玩这个游戏，你知道吗？在桌上，但他你觉得他不会玩？对对。就是他刚刚也说你不常玩嘛，那你放在桌上，就是我就觉得可能夜里有什么动作，所以我先不同意。那我觉得，但我觉得，同不同意哦？我觉得正常来讲的话，我是觉得可以出去看看的，因为如果有失败的话，也可以稍微抓一下。可是如果你们三个有失败的话，变成就是我们三个里面也应该会有一个，对，就是因为你们三个出去如果没有失败的话，代表高几率没有藏，没有藏那个坏人在里面这样子，所以。大家自己看一下自己的票型哦，可以思考一下。先回一下二号，不然一号是会玩的哦。他私下蛮厉害。你们讲。是没有啦，我觉得刚刚林秀讲的还 OK， 是因为刚刚是敬轩跟伟静是过关的嘛，所以如果说这个再失败的话，那有可能高几率就是陈翔是一只狼。那如果这次成功的话，
那就可能很限缩，那就是我们三个，我们三个就是还没出去嘛，然后也没有失败的嘛。那我们如果三个，我知道我自己是好人卡，那就会锁在这两个身上。如果说这场没有失败的话，所以我觉得可以试试看。但如果失败的话，那就这三个会出，一定会出一个或两个，就看等一下的牌怎么样。我觉得是可以先测一下这个的。Go。我觉得你们这两个是不是很想要任务失败？我们应该每一次都想要任务成功。为什么零九会说，我们没关系，这个失败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测试看谁是狼。那一号发言就已经那么紧张，你们硬要派他出去，那就是你们就很奇怪啊，对不对？我说的是不是有道理？为什么他们两个说，我们先让任务失败看看呢、啊？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你们可以测狼什么的，两次就没了。对啊，所以这两个人发言有 bug。我就说小赖是狼，他上一轮又踩我踩那么重，这一轮又说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出看看。所以这里面这三个里面一定是有他的伙伴，一定是有狼，对不对？错。以我经历的推断，我绝对要让任务失败，任务失败，任务失败。不，任务。你好吗？不是，我是让任务失败，投票不同意。因为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，然后他们很想让他们出任务，然后让任务失败这样。我觉得多多讲的蛮好的耶，因为我刚刚本来也有一个心态是，因为我真的是好人，我想说没关系，失败也没关系，就利用这一轮来测一个。我刚刚的确有这个 OS， 但是因为刚刚静轩是完全不想让任务失败，那我在我这边我觉得他做不成坏人了，因为他真的太想让任务成功。那我真的是好人哦，但是我还想说没关系，那失败的话应该就可以很确定是丞相。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好，那我就也收回我这个想法。但我们可以说服得了丞相把他那张换给别人吗？因为他是我们可以给失败让下一个当对手，对手哦，不一定要让说服。好，那我应该也就是直接会投不同意。我觉得丞相的那个票可以到豆豆这边哎。好，你归票，你可以可换可不换。因为我就是好人，我就不会想换啊。而且为什么会把我觉得我是坏人？我就觉得很奇怪。然后还有豆豆说。因为我忘记零九的发言，可是我记得他讲的是他觉得应该要先让任务成功的，他刚刚是讲这个吧？类似他是这样，他没有说要让任务失败，所以你把他归到跟小赖一样，他们两个想要任务失败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嗯，你才奇怪，你才奇怪。好，他刚蛮可爱的，我先解决。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，那你们两个都成功，那如果加我，为什么我会是失败？韦静，你也刚讲为什么我会是失败的，就是一个感觉而已。那感觉就不一定。我觉得我是好人，所以我不会让。那你们如果要让的话，那你们就投票没有关系，反正我还是会投。所以你一样派这三个，我一样派这三个。好 ，OK， 来，好啊，一二三。同意，你看，不同意，小赖同意哦，小赖同意哦，小赖同意哦，我就说吧，小赖你完蛋了，超怪的，我想跟小赖耶，害怕了啊，给吧，你跟小赖，他刚举，你要小赖，我举圈啊。对啊，我先给韦静，对对，我觉得你还是要给韦静，你们两个第一把应该不一定啊，有躲也是有可能，因为我们刚刚都已经讲成那样了，然后明明知道不会，丞相不会过。可是还是小赖还是投圈，那你还选？所以我就觉得他如果是狼人的话，应该赢下去吧。就是他还投圈，我不知道啊。我先给小赖看看，我再听你们。好，大家还可以换吗？可以。我觉得你把小赖的给我。啊？对。这样我因为我是一张好人。刚重点是。所有的里面给同意的只有小赖给同意，就是丞相跟小赖给同意而已。但以小赖会打的程度，应该是会给差的、啊，不然怎么可能会给到全？我是觉得小赖有点怪怪的。过了。我刚刚就说，因为他刚刚装可爱，我会举圈。你真的这样不行啊！我就问他谁会啊？怎么样？没有，我刚刚那个论点，我觉得怎么大概举差？我刚刚论点是因为刚刚这两个是过关的，你们不要被逗逗，因为。他这个嘴就是很会讲，你知道吗？反正因为我感觉跟他好像蛮不同阵，因为他一直在踩我。因为刚刚第一 round 是两个同意哦，那因为刚换成他，就算他失败，其实没有差，因为我们总要先测出一个狼在哪边嘛。那如果大家都不测，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谁好谁坏啊，所以如果我们不测的话，才第二个哎，还那么多格可以玩，因为我们不测，我们哪知道就一直瞎派吗？所以他的意思说啊，那你怎么保证他这次派的一定会成功？
但我知道我一定是好人，所以如果等一下有失败的话，那就是这两个一定必输一狼，因为我知道我是好人牌。那如果是全部成功，那可能高几率我们三个都会是好人，那这三个就会出两个，所以一定要出去试试看的。总之，我觉得他刚刚有一个爆的点，就是他说没关系，我可以让失败找出狼。那你如果第二个也成功，那好人不是更快赢吗？然后你硬要把他排进去，然后你现在又说哦没有没有，我们三个绝对是好，然后他们三个里面可能出狼，那你刚刚还派他出去，所以你刚刚那个行为就是一个冲锋狼，真的，我不会让他出任务，真的，真的，我不会，因为我不知道谁是好谁是坏，我只能自己对话，反正我不会让他出任务。过了吗？过。我觉得他真的讲得很好，我觉得豆豆真的讲得很好。我建议你把这个换到豆豆这边，但是如果任务失败了，那豆豆你就真的 say goodbye， OK， 好不好？你就跟大共 say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，因为如果失败的话，因为我是好，我也觉得敬轩好。那如果这一场你要冲出来的话，那你就来冲。我已经讲豆豆，我觉得是 OK， 因为他其实他的逻辑性我听起来就是很清晰的，所以我觉得可以放他。那刚才敬轩的发言。没有那么的好了，你说谁？敬轩，对。刚才敬轩的发言没有那么的好了，你说谁？敬轩，对，因为他刚刚给小赖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大家现在都在踩我，但你同意我，但你又说因为我装可爱，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能拿来就是论点，所以我觉得你是偏坏的一个。然后目前我觉得豆豆是逻辑很清晰的，所以我觉得可以试试看。那就改成豆豆，所以外貌协会必须死，你被背叛了。你也是外貌协会，给我给我。好，来，那我们来三二一，请举牌。很棒，你看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，什么零九八九，零九八，冲起来了，爆掉，冲起来哦，来，把他任务冲起来了，冲起来，冲起来，来。三个人，行。来给我，给我。要的放这，要的不要的，要的不要，不要的给我。好，你给了吗？给了，不要的，在我这边。来喽，来喽，来。一，过关，过关，一定的。好，痛！一个失败。过关，一定的。好，痛！一个失败。你们真的很假，很可怕，我真的吓到你们两个女的，我吓傻你了，蔡俊轩，给我，不要给他们俩，我给伟静，谢谢来，然后还有给伟静，给伟静，还有敬轩，敬轩来了 ，no， 还有我自己，零九给我，零九我都没玩到，你如果不给我，你会给同意吗？会啊，他骗人的，会，嗯嘞，会啦，好硬的那个。双狼终于有点洗白了，我觉得，你觉得谁双狼？你跟豆豆。屁的，我们都是双狼，还有对立。我刚给不同意的，只有我给不同意，好不好？我是被宰。如果知道你没有狼，我还要打这个吗？没必要，来过了。我觉得伟静要换成我哎。小屁啊！我觉得伟静的要换成我，因为我觉得刚刚那三个要有两个不能出发到，因为我都还没玩到。我觉得伟静那张牌要放在我这边，我才会投同意，不然我会投失败过。这我们三个一定只出一狼吧？就是。所以那三个不是我，我觉得林九很奇怪，他的思考太片面了。你怎么会觉得加进我？然后刚刚那一轮失败就是因为是我啊，他们两个一定有一个第一轮在藏的啊，那一定。对啊，一定有一个是他们两个藏起来，然后加入我，然后故意陈俊轩还故意从小赖换成我，
所以我知道谁是狼了，应该是敬轩跟小赖，因为你的感觉真的状态感觉太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跟小赖一直是不同阵营，然后他一直狂踩我，然后他第一轮又想要让陈翔，然后后来又说陈翔好，现在又不信陈翔，真的啦，所以我不想跟狼对话，因为你刚刚的换票让我觉得超级奇怪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陈敬轩？不能发言对吧？你不能发言，而且零九对啊，零九怎么没有去想他们两个第一轮有一个是在藏呢？他直接就是不给我这张票。所以我不会同意出任务啊，因为我觉得敬轩感觉藏在里面，很心机哎！你们把我牌你故意给我，然后栽赃到我身上，就是你们两个其中一个。我等一下听你表述，你好好表述。反正我觉得这一个不会成功，所以我不要，我一定要在里面。陈敬轩跟豆豆，我真的分不出来耶，因为刚刚陈敬轩没，因为刚刚陈敬轩上一轮给小赖的时候，我自己是微微觉得有点爆水，可是如果像你们讲的，他故意先给一个狼同伴的话，然后如果我觉得陈敬轩是坏人，然后小赖也是坏人，他给他一个坏人同伴干嘛？因为他们有可能会。不知道有可能会翻到两张失败、啊、他们还不知道谁要翻失败谁要翻好，所以我觉得不会去给另外一个坏人的，所以陈敬轩在给小赖的那个举动我真的觉得蛮好的哎、欸、那如果我们三个里面出一个的话，因为陈敬轩那个举动太好，我就可能会觉得是你，不是是他们，可是陈敬轩从刚刚到现在他一直都演一个无辜感，对，他一直在演戏，我看不出来，真的你不要再演了，羞耻一个心，他只是演一个无辜感，所以你们不要再栽赃我。你要演他的，那会不会陈敬轩给小赖，小赖真的是好人，小赖真的是好。如果我觉得陈敬轩是坏人的话，他给小赖这个举动，我就先把小赖归出去，小赖是好。怎么我现在好像有点又默默偏向陈敬轩是坏人的？对，不要他了。那如果陈敬轩是坏人，我觉得另外一个坏人可能是零九吗？零九哎，零九哎，因为一开始陈翔就说陈敬轩好，应该不会打那么明显吧？如果陈翔跟陈敬轩都是坏人，还一开始还说嗯他蛮好的，没声音。我偏陈敬轩跟零九，所以这一 round 里面，如果我落到陈敬轩跟零九，我可能就不会过。结束。我觉得豆豆应该是，看我刚看他的反应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属于好的。我觉得他的那个反应非常的大。那如果第一轮是伟静跟敬轩的时候，那如果里面就有一批就是坏人，一批坏人，对，一个坏人的话，那到敬轩进来的时候，如果他也是一个坏人的话，那这个默契要怎么样？就通常坏人会在第二轮或第三轮，第二轮想要跳出来。那同时如果两个坏人一起跳的话，这是要有默契的。所以我觉得一定是一开始就有一个坏人藏在里面。然后豆豆我先姑且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好人，因为他如果他一进来他就直接把自己的坏人身份暴露的话，这样子太容易就是啪康，就是前面的两个人如果其中一个人也是坏人的话，这样就有两个坏人，就很容易找出两只狼。所以我觉得他不可能一开始进去就先，如果他是坏人的话，他不可能一开始就出来。所以前面一开始我觉得应该伟静或是敬轩有一批狼，就是你刚刚自己叫我把票给你，然后为什么我给了你，你又说我在栽赃你？刚刚我本来要是好人啊，可是我没有栽赃啊。刚刚我本来要给小赖，是你们一致都说小赖不要，然后我就给了豆豆，然后给了豆豆之后，你们现在又全部都说我还就是什么，我是狼，那我到底要给谁？我是听你们的意见哎、欸，对啊，我现在觉得你们两个谁在演啊，真的看不出来，还是伟静。哦，然后我觉得你进步了，你跟第一次，谢谢，是不是啊？谢谢，得到赞赏，谢谢。你跟第一次发言比起来，我现在觉得你是好人了，所以如果等一下那个票给你，我觉得 OK。给小赖我也觉得 OK， 这两个我不敢保证，因为一定是这两个其中一个是坏的啊。因为刚刚三个的时候你们有一个是坏的，所以就是一定是你们两个，所以我不能把票给到你们两个身上。但是还有一个对不对？如果你们两个出一个的话，我们四个也会出一个。
我们四个出一个，那会不会真的是你啊？还是就像你说的，他们两个双狼？哦，好，那我先相信你们两个双狼。这个谁？谁们两个？我跟小赖双狼。怎么可能？你看吧，那就是你跟零九喽。暴狼的意思，我暴狼。对，好啊，下零六说。你说我跟豆豆是狼，我跟豆豆应该不可能是双狼吧？我们刚刚一开始打的那么明显，你会不会是里面的那只狼？那这样我要把你的票改给豆豆。好。哈哈哈哈哈！在我的立场，小赖一定是定狼，然后我刚刚原本是认豆豆是狼，可是靖轩刚刚的发言让我觉得他很像狼，所以我把票改给豆豆。靖轩改豆豆，对，因为你们没有，我这样讲好了，我的逻辑就是你们三个里面，因为这确实有失败啊，所以你们三个里面一定有狼，那。这一把是四个好人要出去，所以就等于说没有容错的。你们三个人出去，你们三个一定有一狼。那我认为就是好人，一狼已经落在你们两个中间啊。那我的第二只狼不就落在你们两个其中一个吗？那我觉得陈翔很像好人啊，那就是小赖啊。因为如果我们四个人这样过，就认定这两个是双狼，明白吗？我们四个人过了双狼这两个，那如果没过，就代表说在我的立场来讲，我会觉得豆豆是。狼人，靖轩才是好人，那是我的立场，你们的立场一定会觉得说我可能是那个坏人，就是我只说我以好人的视角来做这件事情的话，我的立场是他们两个一定有一个坏，那小赖是我的定狼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出，好，对 ，OK， 好，那我就决定派出陈翔我，然后韦靖跟豆豆，嗯，来，三。不同，那就是你们俩啊！跳行啦！对啊，你要装懂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好人都没玩到坏人，你怎么有出？因为你就是坏人。那废牌的废牌喽，废牌喽，也盖住，不要放开哦。来来来，来一定过，来过一个成功。一个就一个失败而已，有一个，还是有一个哦。哦哟，那就是你，韦靖 ，OK， 换，我吓死了，我的天哪！等一下，我一定看我自己。我刚刚觉得零九都蛮好，因为刚刚我是怀疑豆豆是狼，可是因为刚刚在上一轮出票的时候，零九比差，所以我觉得零九跟豆豆应该是不太同阵营的，因为如果他是狼的话，他刚刚就直接送豆豆出去就好了，所以。因为在豆豆两轮都有的状况之下，都有一个不好的，所以你真的是高几率是锁定是在狼区。我真的是很，我觉得韦靖是好人，我给韦靖。然后，可是我真的觉得靖轩很好哎，因为你刚刚讲到一个点，是因为如果他是狼的话，他不可能把第一次出票出在我身上，然后后来是因为大家说改成豆豆，改成豆豆，他才去改成豆豆，因为以他的智商。他好像不会做到这么多心机的事情。我现在锁定目标是连成祥跟豆豆是狼，然后我觉得零九是好人，所以我要把这给陈靖轩。连成祥跟豆豆，我觉得他们两个比较一配，因为他讲的，因为大家都觉得，我觉得他是定狼，然后一号一直在说，我觉得豆豆论点，他状态很高啊，我觉得他很好，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可能绑在一配。这轮是三个是吗？零九我小问号。我觉得你们两个一开始成功了，我知道我是好人，所以我们三个应该是没问题。哪三个？我，你跟陈靖轩，你们第一 round 是 OK 的，加我。好，那你陈翔那个先拿掉。对，先这个。OK。好 ，OK。我跟你讲，小赖真的超级怪。你刚刚说林九好，然后你票不给他，然后你要从第一轮里面出，然后你怕里面他们就是刚。一定是我跟韦靖，你在你视角里，我跟韦靖一定有，但是你直接先给韦靖，然后你后来又给靖轩，所以表示说你觉得第一轮没有任何人藏起来，你觉得我就是一定是我是那一只啦，超怪超怪，然后你竟然还把我跟他踩成一片，那你觉得他是好的话，为什么你不给他？你为什么从第一轮里面去找那两个？
他们俩一定有一个藏在里面。那刚刚敬轩没有出任务，所以一定是伟静啊。因为在我视角里，我刚刚觉得敬轩是，可是刚刚伟静有在里面的时候就失败了。那我知道我自己是好人，那伟静就一定是狼啊，因为他是第一轮藏起来的那只狼啊，一定是这样吧？所以你又给这两个，我就觉得你很怪。所以我现在换成你们两个，我觉得是你们两个狼，我觉得他们两个是狼。刚刚上一轮是陈翔零九，然后我跟你出任务嘛，然后又失败了，然后是零九从敬轩的那边改到你这边，所以我刚刚本来是前一轮我的发言是说我觉得零九跟敬轩是，但后来想想也不对啊，零九跟敬轩是他们怎么可能会一起出任务？因为他们有可能会翻到两张还什么的，所以我一直在想说零九会不会真的很聪明，知道这个之后先一开始给敬轩，后来才给你，然后也可以把这个东西栽赃给我们两个。因为我们都是连续出两次任务，然后都有失败的人，所以焦点会在我们身上，所以零九还是有可能是做成那个坏人的。因为我真的也不确定，因为我们毕竟一起出任务失败，我会想要给陈翔，反正三个给陈翔，因为这个输就输了哦，我也没有什么要验不验痘痘喽，因为痘痘一就会翻出来，任务失败的话就输了，所以我会想要给陈翔，你我陈翔，这样我就会过，好过。因为上一轮又有一个坏的，但是我刚刚突然想一想，就是黄伟健从头到尾都有出任务。但是他只有第一次，就是我们是完全任务成功的，后面两次都有任务失败。那第二次的时候是有敬轩在，但我觉得他就是一个，可能就是一个伪狼，就是狼的。我觉得他的发言就是他一个很尴尬，而且他也讲不出一个所以然。虽然我也没有讲出所以然，但是我觉得伟静是不是有一点潜在因子？因为潜在因子三次有两次都是任务失败。而且你刚才就是要找我跟你同个阵营这样，你怎么会？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，可是你直接拉我，你是要拉拢我吗？那我也不确定，反正我还有小赖是说我一直找豆豆，因为我就觉得他是好人啊，那我也是好人，那我当然拉他，不然我要拉坏人嘛，对吧？豆豆绝对是坏人。你为什么不想一想？一开始我们两个出任务，后来多了他就是狼。只是我觉得刚刚我们两个了，然后我们用三个。如果你们是双狼的话，应该不可能那么刚好只出到一个，所以我先把你放好。那豆豆的队友就可能他们两个其中一个了。反正这一局绝对要给我，然后另外一个你自己再想一下。反正不可以给豆豆。这一把的解法很简单，因为现在的纠结点是这是三个人的，我们要一定过，因为小赖是我的定狼。如果你们我觉得你们不要相信他。那有一个很好的解法，把小赖的给陈翔、伟静、敬轩、陈翔三个好人一定过，因为我的定狼是这两个，我可以不要去这张票，然后让这个好人过。No， 各位，零九超级无敌怪定狼打勾。但我觉得零九跟豆豆应该会只出一狼，因为他们从头到尾都在打对立面，所以豆豆，那你好，等一下不要吵。因为零九刚那段分析太像狼了，那你好像可能微微打勾，微微我放过你了。第三天谁？因为敬轩跟豆豆又是一个，因为我觉得这三个伟静是最好的。我觉得伟静，因为其实伟静刚讲了一个分析是敬轩跟豆豆两个人有，所以敬轩其实也有嫌疑的。反正我这 round 只有派三个，你们三个都有嫌疑，我都不派。你超怪，我把敬轩的票给连成翔。哦，超怪。现在顾不了啊！小赖这一回合只派陈翔、伟静喊他一起出任务，结果遭到否决。而接下来的豆豆选择陈翔、伟静喊他出任务，其他人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哇！因为你在这边，我上一轮还是觉得你跟敬轩我真的分不出来是有嫌疑的嘛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我现在目前觉得我们三个里面的确你最有嫌疑，我觉得陈翔蛮好的，因为你刚刚还反过来怀疑我很棒，就是要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他有这个好人在怀疑的感觉，因为我从头到尾一直怀疑零九，我一直在怀疑东怀疑西，所以你最后这一票给我，
也有可能是在演，说啊，忧郁好，我最后相信你一半，然后就给我，但是因为你是坏人，所以你还是会出失败的任务。所以，因为你这边，你在我这边的确有风险，所以只要你有，你要出这个任务，我就不过。我还是一样啦，我也搞不清楚豆豆到底是演的还是真的，但是我是觉得我是蛮相信他的。对，那你刚刚你现在要给我跟伟静，我觉得也算是合理，因为刚才第一轮是，第二轮是你跟伟静还有静轩，然后你们中间有一个坏人，后来但我觉得他比较偏坏，所以有一个任务失败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给伟静或给我跟你的话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是可以的。你怎么可能是他们两个？他们两个一定会出一个啊，因为刚刚我们三个的时候有一个。不是我，那另外一个的时候也有一个错，那另外一个在哪里？另外一个狼，你觉得是在哪里？所以一定是出在，我觉得一定是豆豆，反正这一局有豆豆，我就给他。好啊，那你们我也是啊，因为我的立场就是小爱跟豆豆，就不拖时间了，过了。来来来，全世界都在踩我，我是梅林，我是梅林啊，我是梅林哦，狼是这两个。狼是豆豆跟林九，我跟林九可以做狼啊。That's right， 我是梅林，反正林九都说我是梅林了，我就直接跳出来，我是梅林啊。狼是豆豆跟林九。哥一号不要只看美貌说话好不好？他长得漂亮，他说话都是好的。没有，我是真心诚意，好吧？他是说，我跟你讲，然后就是这两只，我直接开诚布公跟大家讲，反正没输我也输啦，那要四也输，至少输了拍拍。我是梅林，这两个是狼，所以呢，有他我直接比差。零九跟我一定不同阵营嘛，因为他刚刚举票给我，所以我不要出零九。那就是我们三个啊 ，OK， 信我一次啦！他那边跳，美玲那边爆炸，因为他想要赢啊。一样嘛，就是伟静跟陈翔还有豆豆，来三二一，哎，没过没过，啊没过，我信了，对啊，我信了，你们来干嘛？不同意累积两次了，好换我领袖喽，一样三个嘛，就我们三，因为我如果派原本的又会不过嘛，因为现在。这个队伍已经是不过的一个队伍，因为狼就不让我们过啊。那我就把你的换掉。我就是好人。那你让我给到另外一个好人身上好不好？对啊，你让我给到，不知道谁是好啊。我你给静轩啊，我在跳。他想赢，你还敢给他？陈翔跟我是定的，陈翔跟我是定的，因为静轩就是有嫌疑的。我给我，因为我们一起出任务就是出事，没谁赢，道理没理，什么意思？我想一下，好人，我想一下，你给我。给你们，等一下，你给我，他们再一次就双狼了。我跟谁双狼？你跟小赖就双狼了嘛。小赖双狼，他们是双狼。啊！零九，好，先判，我先判，我再 run 一轮，我先判。好好，你先判。那如果小赖跟零九，好，我给零九。Oh my gosh！ 你给零九。没事，我给不同意啊。我可以给不同意，没关系啊。什么啦？你们真的很怪哎！怎么会有跳梅林这一招啊？是你就一直在演啊，你一直用那种怀疑的眼神看我，然后你最后说你是梅林。哎，最后是可以，就是有那个对，就是如果输的坏人输可以反杀，那你怎么承认是梅林呢？所以他有可能是在帮人家挡的。那他如果他这样的话，就不一定是坏人。可是你如果是梅，你不可能是梅林，我觉得。我才是梅林啦，你们两个双狼啊，所以一二三，我们三个出。Oh my god， 我就同意。哪三个？哪三个？我们三个，我已经。你们三个出。嗯。哦，被你们搞死。零九该不会是梅林吧？被你们。我也是梅林。现在这个局面，没有吧？他就是已经不行了，他就跳一个梅林，就是想要要那一票吧，因为现在不用管梅林，他只要刺到，只要三个红了就结束了，他根本没有必要去做一些什么了。就他们两个是双狼，我已经说了，我可以这把，因为我们还是得要赢两把，你知道吗？
他是啊，我们还剩一两把才会三个蓝色的，所以我就说不用去，不用给我你的，给敬轩，我已经认你们三个是铁好，加我过关过了。好了，零九都这样讲了，那就给敬轩、陈翔跟韦静，我就同意。Go。啊？可是零九说的错啊，因为我跟小爱不可能是啊，我们从头踩到尾，我怎么可能跟他双狼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啦？什么啦？给我也可以。什么意思？所以这是不要出这个任务，对不对？我要啊，不要。好，随便你们，那就这样吧。我觉得小赖，哎呀，好乱哦。好了，我不知道过了过。所以现在是谁？韦静，我要归，我要归，因为我其实是想给零九的嘛，可是零九一直想要推掉，说不要给我，不要给我，给他。我想说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是好人，干嘛跟我一起出？可以，好，那跟我一起出。好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三个，我觉得蛮好的。那下一轮第四个再说嘛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好啊，什么意思？好，同不同意？三二一，好啦，游戏结束啦，游戏结束，坏人对，结束。对，是坏，他改票，他没领啊，小爱这次没领、啊，我真的是心灰意冷哎，我前面怎么能第二把在看着，不是因为他我都听不懂在讲什么，我才两分半就没领了，游戏结束，玩超久，我没领不给打，我觉得我没领干嘛真的跳真的假，我不跳你们还这么跑，太难看了，输到你就输了。也不会出我。我说真的，我第二局我就说他是没领。你怎么知道？不是因为我带的太明显了，因为他们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。他们你们三个太懵了，所以他就是没。你们一直信他，因为我一直踩到都是坏人，你们都没有人听得懂。好的，坏人获胜了。第几个复杂？哇，好笑。天哪，你太会演了！你真的很会演呢，我是超懵狼哎，我很超。好的，让我们陈翔宣传一下。哦，好，我的新专辑《百分百》已经在11月27号发行啦，希望大家会支持，谢谢。好的，很开心，那我们最后零就算下次见，拜拜。刚那一把就是你要去说，就真的顺给他们三个，你不要再硬要倒，因为你还没有我顺给他们，他你说把我给他们是不是？那时候你就不要硬要拿牌、啊。没有，因为他们也是踩进圈，所以我给他们还是有人比差。没有，你就不会。其实韦静刚讲了一个分析是，静轩跟豆豆两个人有，所以静轩其实也有嫌疑的。反正我这 round 只有派三个，你们三个都有嫌疑，我都不派。你超。我把静轩的票给连成翔。这样也顾不了啊！我会给同意，这样你下一把才有办法打。哦、你说那一把我们两个都坏人的时候，我们直接出去就好啦。我很好啊，第二个没你看看，吃吧。哦，对对对，吃饭就是代表两个。可是你已经知道他是没你，所以你没差，对不对？就算好人过也可以。你的没有，我只是想说，小眼神太多了。没有，我就是要这样犹豫，怕我被发现。不是你，你是没理你，你不是就知道我是好人？那你干嘛这样看我？没嘛，还要演，我怎么能踩说这两个超坏？你们在说你们，真的假的？我就没得了，恭喜坏人获胜了，好人没了。我想回家。这支影片已经结束咯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麻烦在下方帮我们按个喜欢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，记得在下面按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也别忘记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 IG 咯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